早安啊，各位，我是小月。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Max 的新造型巴斯特圣像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枪械监视特效，有一只猫咪的手手从枪身跑出来，超级可爱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击杀特效，也是一个埃及的猫咪，重点是这把枪不用升级就免费的激光弹，超赞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实战精华。Give me your loyalty. Cause I'm taking the world to see.